大家好，我是蛋仔，今天出来挖野货。认识一下，这是它的叶子，还有你们看，这种野货呢是山药中的一种，也是非常香糯可口的。它的苗头我找到了，是在这个树林脊底下。谁蛊惑痴你荒诞如笑话，凡尘落千年流离的变幻，不周转已释然，是是非非的过往，忘记你化成墙，何必思量这一抹沙，曾炙热如今凉，相望怎会翻新铺红的眼眶，这一抹纱铸成了内心的坚强，有十来斤刺不穿。这种野货呢吃法非常的多，煲汤水炖肉，或者切片煎来吃，还有把它搞成泥状，夹那个丸子吃也是可以的。这种野货呢它比肉的好吃，像这么大颗的100块钱我都不舍得卖。